直推，投他很正常。他们一起走的肯定都是狼。死了算了，直接投吧。这把我决定先报仇了。OK， 听到了吧，铜珠。OK， 听我。好男人不会伤心。收一点点，要出事，要出事，要出事！随手劈猪刀了芒果，然后跟谁说你吃啊你吃啊，我把他刀了，死了那么多人，我觉得我刀他是铁狼，一点毛病没有，好吧，他就是狼，我不认出。啊？那我这怎么办？我只能说了呀。那我算了，我不说了吧。那反正我这儿。我这是一个人刀了一个人，然后一个人又刀了一个人，我过。是我土地爷和 C 哥里面，我们三个人有两把刀，反正过。哦，也不一定啊，也不一定啊，过。他在说 Go 吧？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在波神这边啊，我看见波神在喊，所有皮猪刀人了，然后就给他刀了，这没问题。笑三，你为什么不说清楚呢？我觉得如果排不出来，可以出笑三啊，我过了。我有重大立功要说，猪猪侦探刀了一个人，他大叫一声，然后之后后面尾行的一人一口把那个人吃了。我目睹的全程要拉铃，突然这时候报警进来了，先点猪猪侦探，我直接点过。还好他没说是我。随手劈猪土地爷，你们在干什么呀？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呀？我操，排上这样的队友是你的福气啊，三皮。哦，好的，福气真大呀！我操，福气真大，我只能说，我下去享福吧，真的。我那警长双倒啊，我那是，真不错。波神说他要报仇，那么他一定是好人。你吃的尸体？不是。你别跟着我呀！你别跟着我。OK。死了。来了。OK。什么身份，小三？啊，我跟你说，你没有腿儿。没有，我是警长双倒了。他软个，我看，我就有点。听我讲，铜珠是秃鹫，正义把这个事情说出来，正义算好。那波罗塞冬他掏刀了那个所有皮猪，那认他一个好。那油炸鸭说他是警长，笑三说警长双倒了，那油炸鸭他是个什么警长？嗯，蓝色的警长吗？那肯定出油炸鸭呀。他还来一句，他去把铜珠刀了。他故意去跟铜珠说：“你是秃鹫吗？我刀给你吃。”我跟你讲，绝对是这样。他还刀铜珠，刀个毛，直接点油炸呀！我不是秃鹫，正义是秃鹫。正义反咬一口，刚才我没机会说话了，大家都点完票了。我帮你计票吧，油炸呀，过了。哦。算了，把你投了吧。你说了半天正义是秃鹫，你又说帮他弃票。哎呀，我看你就是秃鹫，肯定我是了呀。对上话了是吧？我不支持出油炸呀。你想他肯定我是呀，他为什么就是他妈的完全的复盘，这还能正义是吗？正义说的是的，而且事后还跟我站在一起给我报身份，我相信油炸鸭是好。那么。我觉得如果正义也是好，因为正义他给我报的是加拿大，但出去碰了半天都没有死，那说明坏人就在我们之中，那个人是笑三。他听到正义是加拿大也不敢刀他，我们几个又在一起，正义又送不掉，所以把笑三偷了。我觉得笑三是那个猎鹰，没毛病吧？我操，完美逻辑过。可是我是第一轮我都没敢说今天说到这个事儿的。但是我说了我没看清楚他是到底是不是金枪双的，他俩人一起死了，是 C 哥和土地爷和芒果，好像是，反正俩杀人死了俩。完了牛炸鸭说他是警长的时候，
他说他去自己找铜珠的时候，我就怀疑我自己的眼睛了。我觉得油炸鸭是好，正义是加拿大，波神正义啊。你第一人说你是正义的时候，我直接信了，因为我以为他俩是金蛋双倒的。那我也只能出崔婉莹了，给崔婉莹弄死啊！哇，那你这么说，出崔婉莹没问题啊？你是最后，你是结束投票的时候结束最后一秒说的警长双倒。如果我是突厥，我就没必要出去，我再跟你们说我是警长了呀。我觉得可以出魏某的小老虎，我过了。我觉得赵三真有问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外面探险很久，然后跟了这个黑鸭油炸鸭挺短挺长一段时间，他也没动手，说明他也觉得我是好。我觉得他真有可能是好，但是笑三呢，他在我们人群之中，对吧，都没报身份，我和王菠萝都报，他不报，他什么意思？坏东西，不他。说实话，你们说完，我觉得崔婉莹也像坏。我是好人啊，找你的。嘿嘿，给我自己一票点崔婉莹啊！我操，好好难吃上一口，我操！不要动，朋友们，秒一下啊！聊天空了，哇，吃不立功了啊！立功了，什么聊天空了？不然我还是要点油炸鸭的。说实话，他应该在聊天室说不了话吧？肯定好啊！他目睹我跟空的全程，他可以踩我一脚的呀，但是他认我呀。哎呀，他把我的话原盘复述出来了。我是立功了，兄弟们。我操！反正他在我视角里是。